这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？哦，好了好了，那要不冷冷，你来我这张床。不要，我要我自己的位置。好精彩啊！同学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是我的床位。不懂先到先得吗？可这上面都标了呀，一号床夏朗朗，二号床位是你的，这都是事先安排好的。安排就合理吗？为什么非要服从安排呢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先到就跳到这里。这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？好了好了，没事啊，一个床位犯不着。肖雨，要不我这个床位让给你。谢谢啊，我就喜欢这里。那要不冷冷，你来我这张床。不要，我要我自己的位置。是吗？嗯。你这个包是不是也很贵啊？是限量款吧？我不太清楚哎。我带了一些家乡土特产，一会儿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。好好，谢谢。王母巾也没这么小吧？哎，你那些架子啊，还有小百货都哪里买的？不是我买的，是我爸妈同事还带。其实学校方便的很，学校西门出去有一个小商品市场，里面东西一应俱全。哎，对了，朗朗，你那个盆是不是也在那买的？我这个就是在学校里面买的，15块钱一个套装，特别便宜。没有好看点的颜色吗？我觉得挺好看。你那个是万宝龙限量款吗？哪个？就是那个金色的，这个，真的是，这个超贵的。这支笔，我爸从国外带回来的，送给你18岁生日礼物。哦。哎，这支笔很贵吗？嗯，听说可以换一辆车呢。傻子才花这么多钱买一支笔，简称傻笔。这就是人生呐，有的人不放在眼里，有的人求之不得，这就是同宿舍不同命。嗨，什么不同命啊？咱们这是10年修得同船渡。我们是4年同寝室、同舟共济的有缘人，要不咱们人齐了，一会儿一起去熟悉一下学校的环境，然后办一下一卡通，充一下餐卡，然后一起聚餐，怎么样？肖雨，一起吗？啊，我不管，你们去吧。你这4年友谊小船还没开呢，就有人跳船。这世界很酷。